为万事，诸为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为三宝。大夏礼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，阿夏礼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，阿夏礼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596页，596页，倒算第一行，最后一句，诸应因三净，这是证明头前所讲的弥勒早已经成佛了。这摆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实现的，那伊的性质跟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出现在印度同款的，佛在人间实现的，跟人的寿命同款。弥陀的极乐世界，是为化身菩萨之现的。化身菩萨的寿量，三大阿僧祇劫。三大阿僧祇劫若到了，伊也无始无明的习气认真咯。也是向上提升，不是去轮回，不是退转，提升到妙家居位，回归到上一功，那就是真正的无量寿。所以极乐世界的无量寿真是不虚。这是古代的所讲的正宗的第一德，第一德就是寿命久长，真正的无量，你不是无量的无量。咱看下面的，伊也是因三个，第一个是发华经。化成如品，内面有一段经文在讲：乃往过去，往就是以前，过去呢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这个时间就太久了，无法计算。你是有佛，那个时阵有一尊佛，明大通地性如来。
啊，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讲的，大通地性如来，啊，尤其佛啦、啊、未出家时有十六住，啊，阿未出家以前，依属的身份，啊，十六王子，哎，就是说明讲，这个佛未出家时阵是国王，啊，当然就是一个大国王，啊，有十六个王子，你是十六王子，甲伊当主出家，立为三米。一家人拢出家咯。释迦牟尼佛讲咯，我今如汝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现在甲大家讲，这个汝就是法华会上的听众，啊，有菩萨，有阿罗汉。有天人啊，八宝归神，即系有缘的众生参加法华之会啊，感应供，和彼佛弟子，十六沙弥因戒德啊，学了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十方国土现在说法，大通地性如来，这十六个王子在家的时阵，十六个王子已出家成佛咯。这十六个王子在伊的麾下做沙弥，现在拢成佛咯。十六个拢成佛，在十方国土现在说法，西方离佛，那一名啊，阿弥陀是第九祖，第十六呢，我释迦牟尼佛。无所不国土，成无量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段经文内底啊有说明，弥陀是十六王子当中第九，释迦佛呢是第十六最小的王子。释迦成佛以来，已无量劫。不是在这个世界实现把上升到离成佛的老早就成佛了。那如佛法经受量品顶面的讲，阿弥是佛果，我菩萨众诸贤男子，咱来看佛对有弟子的称呼，拢嘛真尊重，称因家弟子是善男子，今当分明，宣悟入定。今仔日是这一面清醒咯，欢迎当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甲大家讲，甲大家宣布。啊，是诸世界六道迷津，亦不着者，尽以为定，一定一结。啊，是诸世界是公是方，一切诸佛的刹土。用咱现在话来讲，整个宇宙
所有的星球，这个世界的星球，有众生徛伫遐咧生活，伫迄边咧修行。六六弥顶，六个是集中啦。因为世界是安怎来，弥顶组织的，皆不着者。啊，不着者有无呢？不着者是不着相啊，实际上伊有，毋是讲无。咱这个世界众生着相，啊，有众生也未着相的，就伫咱这个世界都有啊。什么人呢？啊，孙悟空天呢？孙悟空天未着相，所以呢，有世界啊，但是无色相。咱在讲无闻，依旧是闻。伊无色，伊有受相行识，啊，是空天，无色界啊，啊，仅意为定，就是、比如，甲伊啊拢总化作微尘共款，一尘一劫，无生非来，何故无处一？千万亿，哪有他阿真机械？这个数字都无办法讲咯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有偌久呢？超过顶面的比如，啊，超过伊啊，一千万亿，哪有他阿真机械？啊，这个时间都无办法通讲咯。啊，这个话，咱敢会当相信呢？相信的啦，啊！啊，你问我，我相信，我一点也袂怀疑。啊，跟你讲真话，咱家己要成佛咯，就甲伊讲，我成佛以来，真像释迦牟尼佛，无量无边劫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咯。这大家就明白咯，你本来是佛啦，本来佛迄就是无量无边劫咯，这就算未清楚咯。啊，本来是佛，你即卖证着佛果咯，啊，就是你本来佛，唔是你现在新成的佛，这道理也知影。但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啦。佛在佛的境界里底，甲诸位讲啊，时间、空间都嘛无啊，时间也无，就是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拢无咯。你讲无量劫用的，讲现在嘛用的，按怎讲拢丢，拢无讲唔丢。空间呢？你讲伫即个生活会用，你讲伫一切诸佛刹土嘛会用。都无讲错咯，他都是讲只要证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无上正定正觉，时间无咯，空间嘛无咯，空间无咯，距离都无咯，时间也无啊，前后都无咯，这是啊，诸行的。本来的面目啊，啊，自性就是佛啦，所以啊，这个话讲的，咱知影讲这内底道理咯，知影佛说法的秘义啊，又说啦，如来见诸众生。啊，有消烦啦！这里啊，念苦声，
念后爱护欢喜这个小刑法，啊，德保国中家，啊，国是烦恼，烦恼啊，当修行的功夫浅，非也是人说啦，我为这个人来说法，我笑出家。得无了到了三藐三菩提，啊，这是方便说，因为你对这人的讲，伊也听无，你产生怀疑。啊，我早年呀，初学会的时阵，看了这个文字嘛，看无，半信半疑，决定为蒙古，咱就相信咯。啊，实际上疑问啊，无当，啊，有可能啊，讲实在，这疑问啊，当去咯啊，完全是靠现在两组历史家啊，因啊研究的这个报告。啊，因有能力发现未中子，甲物质的现象真正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甲佛经上讲的完全同款。啊，这个成就呢，同比博士无看到。啊，伊迄时阵才开始原主发现咯。啊，未中子还未发现，所以伊也唔知影有未中子。啊，唔知影物质现象是由啊意念产生的。啊，腾文比博士唔知影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最近的发现，大概是最近这个二三十年。才把这个谜底掀开咯，啊，阿赖耶的三世相、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物质就是境界相，啊，这个秘密就掀开咯，是念头所产生的幻想。实际上根本都无存在，真正的相，那是电视荧幕顶面看到的相是同款的。马说明讲，世尊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如，比如个真好，真正适当。啊，那是念头呢？念头是阿赖耶的转相，就是阿赖耶的见分。到底这个是按怎呢？现在科学家在研究这个命题，答案呢，现在还没有。那看到的现象，是这个念头，无任何理由而发生咯。发生了后啦，真紧的伊就消失咯。啊，这个就好科学家给你也掉了，啊，就是讲这个现象伊看到，啊，这件代志呢，我伫灵感经上有讲过，当初出生，最初灭尽，啊，后来这句话是。意念甲物质现象，拢总拢嘛是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伊无发现什么道理，
为什么有这个现象没讲出来？佛讲得真清楚，佛讲啊，这是阿赖耶的业相变现出来。啊，对业相变作转相，由转相则佫变作境界相。啊，真的嘛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当时啊，存在时间非常的短暂。弥勒菩萨甲咱讲的，伊单指三十二亿八千年。啊，咱即卖用秒来做单位，啊，一秒钟，无定会当断五摆，一来成五。啊，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一秒钟，伊成秒偌济摆？1600兆次。每一个性别，拢是五蕴的现象，就是每一个性别内底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伫佛在经上讲的五蕴，啊，五蕴伫过去嘛是无人解也讲好清楚。伊真正是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佛在经上甲咱讲，什么人会去看到五蕴？大乘高顶面上讲的八地以上啊，咱听到这句话，咱就唔敢去反对啊。为什么？伊唔是一个人看到，一个人看到，咱都有怀疑。八地以上的人做啊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顶加苗角，你我的为处的人啊，太侪太侪咯，伊拢嘛有能力去看到。七地以前哪都看不到，啊，好了，教导咱，咱只要认真努力来学习，正到八地时阵，自然就会看到。看到了后，这个对经常看的，我所讲的，是不是同款呢？那讲甲经常讲的同款呢？证明你看到的是无错，你是真正看到了。那是看到甲经常讲的无同，你无看到。那你所看到的是对梦想内底变现的幻境，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事实真相叫做诸法实相。啊，八地以上拢看到，这些人拢会当给你作证啊！啊，咱的心不够清净，这个经在顶面咧讲的清净平等觉，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到八地听到都看到。啊，整个宇宙都会看到，最新毕业的变现是法界已经庄严的阿赖耶，你都看到了。看到呢，自然就会把阿赖耶转变了，转现成地啊。啊，往生净土的人，
转世圣地不是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微尘加持的。那阿弥陀佛无量劫来所修这个功德，微尘的加持，这是缘啊。因是什么呢？因咱家己个分的是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真心，这是因。啊，所以佛者缘的加持，佛德就现前。这个佛德就是啊，咱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八地菩萨差不多。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西方叫做世界无比殊胜的所在啊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，唔捌讲过啊。啊，原是这个法门的殊胜啊，义德啊，啊，拄着这个法门。这是罗阿多爱乾坤福地眠，你才拄着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你拄着就是有大福德咯。跟阿弥陀佛有大因缘，会相信，原是净土，那就是你的缘生生咯。啊，那半信半疑，无想要往生。感觉这个世界还够流乱呢，你的缘都无生息，有缘无生息，啊，无生息就阁继续去轮回，等待下一摆才阁拄到的，拄到了是中得奖啊，唔知影都爱多一生多一劫咯。啊，所以李老师咧讲无量寿经的时阵，讲啊真好。即个啊有缘的人，现在半信半疑，现在才会听到阿弥陀的声音，唔肯发心。伊讲即个人虽然是正观音啊，都、就是啊甲阿弥陀佛要有相当的距离。免不了的轮回业报啊！啊，轮回是业力造成的。李老师这个提示，你也是明白咯，你都警觉心咯。那虽然缘无固着，想办法伫这个一生给伊啊补足，安怎补呢？就是念佛啦。啊，一心专念，偌久的时间就会当补足呢？咱在往生端顶面看到，绝大多数是三年。你看，一心专念三年，都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补足了。这一个补足，咱啊，甲阿弥陀佛，像现在咧讲的咧，线就通了。咱咧起心动念，佛知影，咱想要往生，伊知影。
啊，真想要往生，伊就来接应你啊。这个真特殊啊！啊，要寿命不挨咯，不来咯。啊，宋朝因科幻史的这个呢，就是啊，最后的证明。啊，这个法师往生传内都有记载，伊也毋是高僧大德，伊出家了，无修清规啊，是一个破戒比丘。啊，伊诶好处呢，就是相信因果。啊，家己诶，那根性真重，啊，就是讲未堪你外面诶诱惑，做真侪罪业，心内咧想讲，伫出家做佛弟子，破戒啊，造业。用来古婆比定是伫即个无间地狱啊，想到无间地狱啊，伊就会惊咯。啊，即个嘛是一个正常言啊。呀，伊家东参道友请教，恁是毋是有啥物办法啦？会当救我，互我袂去对地狱？啊，都有一个同学送伊啊一本《往生传》，啊，伊看到这本《往生传》内底记载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，拢非常的受到感动，也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！伊念佛是三日三暝，啊！伊个寮房的这个门关起来，三日三暝，无困无食，啊！一句好好念到底，拼命来念，三日啊三暝，啊！阿弥陀佛念来了。我来就跟他说，你有十年的永修，你也好学习，十年了后，你也寿命若到的时阵，我才来接应你。这定有是阿弥陀佛来给伊受记了。啊，伊就跟阿弥陀要求。我十年永修无碍，我即卖对你来去，为什么？我诶啊，恶习气真重，未堪你诱惑。一十年我都唔知会阁做偌侪罪业啦。我寿命无碍，我即卖就来去。我就答应你咯，甲伊讲好，三天以后来接你。我为什么无要当时就出去呢？当时若出去，伊一人得到利益，啊，对于别人都无影响。那讲个延迟三天，影响就太大了。到现在咱拢受伊的影响啊。这个做一大功德咯。啊，所以就甲房门拍开，甲大将讲：三日三暝不眠不休，啊，阿弥陀佛真正念来了。啊，大将听着拢半信半疑，伊这款人啊，这念三日的佛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代志呢？该在三日时间无久，大家等你看卖。
然后到第三天，他要求大家念佛啊，送个阿翁星，当然大家拢真欢喜啊，拢来帮助你念，念较无啊，伊结晶，伊啊，甲大家宣布佛来了，伊看到别人啊，看袂到。啊！大家过时，伊要走了，无破病啊，伊就放生咯。这个代志，我写伫个往生端来对，净土圣贤落来对，拢嘛有这个故事，证明着佛地弥陀经常所讲的是真的，唔是假的。阿弥陀经常咧讲啊，六一日、六二日、六三日，应该是三日；六四日、六五日、六六日、六七日，无是咧未成就诶。啊，经常讲诶六七日，迄是第七日啦，迄毋是数字诶。哎，对，佛来接伊迄天叫做第七日，你念三年，最后往生迄天叫第七日。头前也是数字，后面那是表法的，就是讲你的功德圆满，七代表圆满。七的来由是咧讲四方上下当中。这就是圆满。啊，只要用真心嘛，用妄心是袂用的啊。用可以发心，实在讲，我咱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。咱做的业，家己唔知。爱认真反省一下，因可是做地角业，伊知影，咱有做无？啊，地角业是甚物呢？五业十恶，诽谤佛法。啊，五业内面杀父杀母，咱无做啊；杀阿罗汉嘛无做啊；破佛心邪啦，啊，不一定有啊；破佛合精，这条有无？啊！我早年在台北当兵，迄阵大概四十外岁，我有一个老听众，也是啊，佛教徒了，伊是皈依印光大师。这边这尊和尚都是伊供养，伊对大陆大的台湾，我那时候建一个图书馆，无和尚，伊就把这尊和尚放伫阮的图书馆来供养。啊，这尊和尚是肥的，做相做甲真好，因为真少这个和尚是同主的面目，伊是同主的面目。佛像啊，无遮大，大概只有遮悬尔，就是咱放大咯。放大真庄严啊！我听出国去旅行，肺也容易拍破，所以我都用翕相方法。啊，现在这张相片啊，是传遍了全世界咯。
啊，咱佛师即个佛像啊，就佛师即尊。将来我往生看到阿弥陀佛，就是啊，即尊像，伊来接引。为什么逐天拜伊啊？逐天拢咧想伊啊，到伊啊真正来咯。你啊，决定袂认着人，所以就爱转啊。佛师互相爱转，定定一尊就好。将来佛来接引，就是这个相，你决定袂看唔着。你啊，真正欢喜，逐天想伊，逐天念伊，总是会看着。啊！赵明林老技师有一天请我吃饭，那是在台北，在那个年代，台北的老火车站，火车头边的公店拿素菜馆，请我吃饭。人客就我一个，实际对阮两个人尔。伊就问我讲，伊讲啊，净空法师，我今仔日啦。要请你吃饭是为什么？你知影无？我唔知呀，我不心通，我是凡夫啊。伊讲我也有一个疑问，要甲你请教。我讲唔敢当，那是老技师呢。啊，我是晚辈呢。我讲啊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伊讲五业做内底好好合精，今仔日咧做好好合精的人太侪咯，无间地狱啊！这边怎咧？啊，我听到伊讲这个问题咧，我讲咱食饭啦，欢欢喜食饭，这个代志代志也无所谓。你看这个真严重呢，那还讲无所谓。我倒转来甲伊讲，好好合精啊！你啊，什么时阵会看到有好合精呢？寺庙两个和尚一同会冤家，都未好。我讲我从来都唔捌看到好合精呢。伊一个听，伊就笑起来。真正修了好经是有名无实啦、啊！啊，咱这几年咧提倡了好经，实际上咱家己的道场嘛无做到啊，所以每帮人是有，唔是了好经的军团，有罪无？当然是有罪，无遐尼重。会当讲是地狱罪啊，唔是无间地狱。若讲伊是啊，好合的精团，诶，诽谤就麻烦咯。诶，真正是无间地狱。啊，现在所有的佛教道场拢嘛无符合精团咯。我安尼一个讲，伊就了解咯。合合精团啊，太可贵了。有几个人在修，我哋经常甲咱讲，四个人，四个人做伙咧，有佛，这是修道场，拢会当做到六合境。啊，这个修道场存在的所在。这个所在啊，都无灾难啊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显神不比啊！你都知影偌可贵啊，偌难得的呀、啊！啊，六合合的条件，第一个。见好动解啊！见好动解，伫倒位来建立呢？伫教理的顶面来建立。
啊，讲较严格咧，对定慧上来建立，有定功啊，伊讲我咯。啊，有定功，啊，都无杂念，无妄想，因为妄想有杂念，你都未得定。这是真正的见好动解啊！啊，不是啊，凡夫境界了，至少是师徒完以上，啊，因做伙修行，比如这个宇宙的人生一切看法是同款的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啊，该好动修。啊，这个改我改实现，已经落实咯，人人拢落实咯。虽然只有四个人，这四个人以上，人人落实咯，拢会当做到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心三先。而不杀呢？你看这戒经就知影，不杀来做到什么程度？不恼害众生，那是生烦恼。咱何众生因我而生烦恼，这个罪是杀业的罪，是比较较轻微。啊，偷盗，但无做啊。但是呢，有贪小便宜的念头啊。啊，贪小便宜的念头是盗心嘛。虽然你无做，啊，你有这个念头啊。也就是讲，你这个戒持的还是无清净。啊，不淫欲，要有淫欲的念头伫个。虽然我无做，无这行为，但是伊有这念头，这种嘛未盈利啊。啊，不妄语，不良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啊，足不容易做到的。这靠的是业啊。啊，念头。贪不嗔不痴的十善业，那这都是六合来对基础啊。那该何动修啊？那真正是一个和睦的团体啊。这个团体大众呢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这真正佛弟子啊！那心动诸，口无争，决定是无争论呢。啊，以动业，每一个人发喜充满，你动君啊，共用是平等的，无特殊的。啊，这是六合的根本界啊，要去到位去找。啊，所以真正是啊，无得车啦。
我伫美国真侪年，美国的道场法师我熟悉袂少，一个法师一个道场。啊，伫纽约，我只看到修亚老和尚。啊，伊个道场住六个出家人，老和尚一个，另外有这个五个比丘尼，你第一啊！这个老和尚一生念华严经。啊，写《华严经》，伊写个真水，每工啊抄经，迄字也是寸楷啊。啊，这部《华严》这本呢，真大，亲像报纸同款，因《华严经》真壮观啊，送予纽约个。大概是纽约大学的图书馆啦，上回收藏啊，啊，我头一摆伫香港来讲经，顶两个月伫谭乐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。后两个月都是修亚老和尚的光明讲堂，迄个时阵已经去美国去了，再去啊一年外，我伫个光明讲堂讲两个月，讲《楞严经》啊，所以我去美国纽约去看，非常欢喜，迄个时阵。七十多岁了，这些老一辈都冇往生去了。啊，这是讲到不合经，不合经找无啊。啊，修六合经呢，诸佛菩萨。常常伫咧劝导咱，咱找无同伴啦。毋是无找，真注意去找，找无啊。啊，可见真正学佛啊，难，真正了解这个教理的，真正了解啊佛法的，那是有一个这款的僧团出现，也会当去拯救世界，嘛会当啊化解灾难。这是佛在经上讲的，那你这地看到功德簿果当，那这个时代有佛确确实实安怎来积德，会安怎来消业障，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念佛啦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唔通用妄心。用真心是会吃亏啊。别人用虚伪来对我，我用老老实实来对伊，吃亏啊，上都唔免惊。为什么假啊？唔是真呢？但一定爱修一条，
我愿意吃亏，我愿意上当。啊，别人来骗我，骗我的财物也好，骗什么拢好，这物件我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这样人摕到拢嘛好，爱去个计较。以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对了。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因缘施教啊。什么款的观想，就该讲什么法。未讲太深，也未讲太浅。啊，拄好适合伊程度。佛菩萨是有这个本事。念我实啊，实实在在，从佛以来，求万六事，都是头前所讲的。啊，求万劫情，伊就成佛咯。但伊方便教化众生，令你佛道作如是说。啊，对家都知影讲，佛所讲的一切法，无非就是要帮助众生开悟。啊，只要众生真正听到会开悟，这个佛法。那讲众生听到有疑惑，这不是佛法，所以说法在显卡方便啦、啊，哦，众生啊听到感觉欢喜，感觉未讲真深，未真困难，我买当学，我买成就，啊，方便当中啊，第一殊胜啊，啊，方便就是啊，而且破经典，就是啊，念佛法门。言无不晓，比富贵贱，无一个人是未当学的，无一个人有未成就的。啊，真正照这个方法去修行，各人拢有成就。食客有印度成佛。成佛以来啊，古今两千五年啊，两千五年，这是世界上，这是世界上两千五年，这是啊，世界上一般讲法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是三千五年。啊，在中国的道场，用的这个课上本。释迦成道的时阵，拢会打破佛，做一段佛书来纪念佛陀。在这个期内面，拢有讲，这阵降生在周昭王24年大寅，那分别多的。时阵呢，就无往52年，照这个算法呢，分别多到现在，大概是3039年，也是40年，会当去查看卖，都、就是3005年。是为方便啊之关卡实现。故弥陀有极乐成佛，如今十劫亦复啊如是。
实实在在都嘛是九恩劫成佛咯。这是啊，《法华经》上好难的信息。啊，第二灵济大师《弥陀经》义说，那里面讲呢，伊啊引用《楞严大势至圆通中文：“我业往昔行何三劫？由何出世？名无量光。”十二如来上记一劫，下面尊大本。这个大本就是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当中就是阿弥陀。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啊，无量功夫就是无量寿佛。就是阿弥陀佛。那十二如来罗马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其意为根据《无量寿经》《楞严经》当中的讲的无量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，金经金经啊，就是阿弥陀经啊。因为灵济师伊的注是阿弥陀经的，金经说是劫，金经。金经是阿弥陀经啊，是阿弥陀经。大本的是无量寿经，拢嘛讲十劫。这两部经讲的拢同款，但是一句复句之说不足为宜。啊，顶面的说明是有啊根据的，应该都是实在。相位啊。灵济师因灵严行三劫前有佛名无量光，证明弥陀啊救伊成佛。十劫只是啊观说方便说，对咱这些初学佛的人来讲的啊，第三。天主文咦，净宗啊，净宗，净宗就是密宗，伊啊密宗的教义，即西方之阿弥陀，有太宗戒，诸。定菩提之德啊，无金刚界诸大智慧门啊，太宗界诸菩提之德，金刚界诸大智慧门，了观七地之所行呀、啊，连接大地如来圣道之连接。不可说，不可思议，弥陀之圣道也不可说啊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弥陀就是啊，大力如来啊，地密宗称大力。在显教里面啊，称阿弥陀如来。啊，这段呢啊，那参考资料内底有
台中界甲金光界，这个密宗的两个一个支派啊，两部的啊曼陀罗，曼陀罗就是梵语，翻译做中国的意思就是道场。凡是你教之法门，依分金胎之两部，故自建立两款的曼陀罗。曼陀罗伊下面有注解，曼陀罗翻作啊弹。道场啊，组织这就是集合大众的场所。无论这个场所大小，你密宗都嘛叫做单行。这是中国定咧讲的。梵语称曼陀罗，此坛中自执、不著、自尊、自得，生一代法门。咱用车链来做比如，一切不净现象来对。假念天是一个圆满的相，外面的轮这是周，这轮相当中有疑心，伊是疑。啊，疑心跟疑周的当中是有福，这是假念的形状。用这个来比如曼陀罗的意思。曼陀罗是圆满的，内面强佛、强法、强精，大众做伙来学习。而此两部呢，虽啊各自啊独立，为的成佛实地，实地是凡夫，意思就是成就，这成佛的。实地法门，这拢嘛是密宗的术语。言密教唯有全体向融会理解，故啊配之有理地因果定，以会啊两波啊为一相啊之法门。啊，这两部呢，都、就是啊，金刚部甲太宗部。太宗界呢，为小众生本具理性之法门，配有理，配有因。啊，金刚界呢，为属诸佛殊胜高尚之法门，配有地，配有啊故。那伊个连接太宗啊，曼陀罗伫当面，因公啊，曼陀罗在西面，啊，以当为物质啊，发生之事。再为物质终归之义，诸相应有啊因果之理故也，是为一应之说明。
咱来看下面这段，由于海中有你门行，金刚中的有地门行就，你说起显微镜，金刚为显，地显果，海中为密啊，密密果。然后第二种讲法呢，太宗为显色显果，因公为密以心问果。这两种意思是细心去体会。啊，你的意思真深，下面啊有两个简单解释：胎曼陀罗、胎中界地缘本经大力经。虽说诸种之曼陀罗，你根本之都会谈曼陀罗。由十三大依而成，以大力为中心，造合一切之佛菩萨、诸天诸行者，但啊现陀啊曼陀罗，这性四大合一之一，以为十二大依。这个密宝里面讲得比较较复杂。啊，伊是根据《大力经》啊，符合《大力如来》金曼陀罗与金刚界，你教啊《本经》《金刚顶经》之所说。你有六种、十种定制曼陀罗，啊，现陀曼陀罗中造合九种，称为九回曼陀罗。啊，第佛法来对。总的来讲，拢嘛离不开觉清净，觉清净用佛法经来做代表，皈依三皈依。三皈依就是皈依觉清净，啊，佛代表觉，法呢代表净，净地净见呐，净呢是代表清净，所以后是八万呐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包括净土的来对，密教嘛的来对。无尽着的啊，法门都是无量无边，最后的临门都是三门。那像咱这个道场，这个大的建筑物有三门入去，无论对多些门入去，拢嘛是平等。你到了，你看到佛，你。正着佛果是同款的啊，但是若无入去，就有差别，就无同款咯啊。啊，对肛门入去咧，禅对肛门，正宗行的都是肛门。
啊，甲门都是代替代我民心见性。来行这门入去，这个门一般咧讲啊，来上上君临。那上中下君都袂用呢，无分啊。上上君临才有分。你看玉祖丹经，玉祖定咧讲，伊来到这个世间来，要度甚款人，专度上上君临。啊，中下君临即结缘人呀，你会开悟诶。啊，上上君临都会开悟，历史甲咱做证明，伊是真诶，毋是假。啊，灵台师回下，代替代悟，明心见性，四十外人嘛。啊，伫中国佛教史内底是空前绝后，伫头前无。但摩噶禅传了中国，到慧能是第六代，头前的五代单传，传人只有一个，到六祖四十外个，六祖以后，禅宗的传人，有两三个，四五个都无看到咯。啊，是单纯较多，啊，现在呢？现在无咯，这是要惊隔门啊，这个困难啊。所以大多数是惊正门，正门是以经典，还有教科书，啊，根本是代表啊政治政见，代表。不知低见，这有教。行正门，正门上中下君拢会用的。啊，嘛都要按处地，渐渐向上提升，都亲像释尊当年在世说法的状况是同款。哎，对啊，浅显的个武器，对阿含提升。到这个峰顶，峰顶啊提升到佛智，由佛智再个提升到华严法华，啊，华严啊法华叫做一佛行，就是成佛的法门啊。佛智呢是菩萨的法门，也未当成佛。我华华严这个成分啦，啊，亲像《华严经》所讲，唯有一心法，无二也无三。世尊传法和一切众生，你找这个会接受的人，来接受就是上上圣人。啊，上中下无这个能力，只有加复结这个缘。什么时候成就？可能时间也过真长。啊，唯一这个例外就是啊净土。啊，净土只要去度掉，只要具备三个条件。无这个未成就，就是教外别团啦。啊，教的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以外一个特别的法门，就是净土。这个法门非常容易，但是真恶相信。啊，何罪是难信之法？难信真容易修学，
学习。那净宗在中国，跟中国人有缘，中国人有净土啊，往生的啊，对慧远大师。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念佛往生的人，按最不朽的这估计，至少嘛有超过十万人。也差不多都一千七八年了。真正不可思议啊。啊，禅宗教下心咒，大概有三千人，这都嘛去成佛去咯。净土往生就是成佛，这是佛教在中国的。那现在这个时代，因为啊接受了科学啊传统文化，佛啊噶都疏忽了，无识都三行拢疏忽了。啊，这就亲像唐文弼博士所讲的，文代，伊讲这个话是1971年讲的啊，伊访问日本，啊，在日本谈话当中记录落来。伊迄时阵感受到，近代科学技术都非常进，这是什么物质、物理？也有真多发明，有真多发现，年轻的人感觉真好奇，拢真介意啊。伊讲为什么在发电？因为岛里边人太多，啊，拢去学这个。啊，对于传统的宗教忽略了，就汉人愈来愈少了。啊，科学技术啦，都好难的物质文明。啊，宗教贴合是精神文明啊，物质文明呢，就弯咯。精神文明衰退咯，啊，就是讲这不是好现象。最好的现象就是因会当平衡，精神甲物质是赶快来发展呢。而家公司科技发展较慢一点啊，精神文明发展较紧一点啊。啊，精神文明最主要是什么？都是道德、仁爱。啊，那是讲无精神文明，人拢嘛无爱心。实在物质享受，伊讲这是真可怕的代志啊，嘛是真危险的代志。人拢嘛会变作自私自利，拢会变作互相竞争，你会当去毁灭地球。啊，这个物质的文明的这个发达，到最后啊，
我这文明毁灭了人类，你有些看法了。啊，所以也想法呢，你今仔日来，应该要回头了，应该都要反省，应该回头的。然后回头，科技术的发展，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去发展精神文明。对于铁盒，对宗教，哎，甲伊啊提起来，科学较慢呢。啊，这两个那是稳定咯，人类才有真正的幸福，真正的啊安定和谐，这会当解着人的生活。以讲这个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向啊，错误。毕竟呢，人伫这个世间还以人为本，人爱亲像一个人，人活伫这个世间啊，爱做一个幸福美满的这个人生。科学技术发达，对于咱无相干，咱得袂到享受。啊，受到威胁，啊，幸福的发展和全世界人心惶惶不安。这个对佛法来讲呢，这是罪业，和全世界拢不安。这个向人负担呢？啊，带好众生安稳、幸福、快乐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！啊，带好众生的恐怖不安，这是偌大的罪业啊！啊，伊讲啊，真清楚。今仔日唔通搁再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咯，叫物质文明的进步咧，如果已经到个饱和点，啊，唔通搁互相竞争，发展科技目的什么？目的要追求财富啊，发展啊武力。啊，武力一共，现在这是剑难怕，现在怕剑是邪武，邪武无赢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同归于尽，就算怕赢，怕赢嘛是同归于尽。啊，所以幸福意义拢无了，未存在了。啊，唔过今仔日都有研究，是武器，还佫是继续不断啦。每一个国家军费开销拢非常庞大，啊，也希望，希望有种觉悟的这年轻人，给他放弃这条路。我倒转来去研究，要安怎来过人的生活？人应该甲天地、甲大自然、甲一切人和睦相处，平等的对待，互相敬爱、合作、合作。伊提出这条路，来伊冇信心。伊讲以后，迄就是咧指现在，会有一挂人干活，
甲五个人来抓头，后面都有人会得意啊！这个世界，爱有一个大的转变，这个世界才有救啊！啊，伊的这份报告我还没看完。啊，真多境界，甲我的想法、看法拢同款。伊啊，对有高性先天的尊敬，认为讲咱今仔日都爱认真的来听高性先天的话，叫高性先天教诲，好好去做，甲伦理道德甲找转来啊，甲宗教甲找转来，科技永远都袂当代替宗教。就算讲甲宗教有同款的讲法，无宗教迄种的感动人，宗教的精神也阁是非常可贵，应该都爱家也发扬光大，特别是佛教。啊，佛教呢，爱回归最尊那条古路。古路呢，就是啊，以开悟为目的。啊，要开悟，你就要认真去做。认真做来对最重要，是放弃欲望啊，是最大障碍。两路在这地，甲咱引用的这三宝珠，甲咱做证明，证明诸佛啦、如来、圣佛，都嘛非常的幽暗。现身说法，都嘛是先靠方便。关键这卡在咱这个地球上实现，你到底叫做世界实现，性质都嘛上丰富。这段呢啊，现在进步。咱就学习到这地，下面呢第三小段，现说法，现是实现。经文只有一句，今现在说法，咱来看念落的注解，今。言在说法，言今言在，即非过去，无未来，立志当下。古文今言在，啊，这个今是指今仔日，今时。不是过去未来，
现在是现在的极乐世界，啊，是现在一切有缘众生的眼前，表阿弥陀佛是现在佛，不是过去佛，不是未来佛。那当下诸时，正为众生说法，这个意思真深。但决定不能轻易甲看过去。啊，佛对众生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利益？就伫即句啊，为众生说法，伫咧教学，伫咧上课啊，啊，我伫马来西亚。啊，即款老师咧讲话，讲了十下啊，教学为先，因为因是老师，逐工咧教学，啊，教学比啥物都较重要啊。人是教会好个，好教啥物程度，好教伊个生活，啊，安怎生活教出来？佛菩萨啊，教出来，佛道教育，啊，世尊在世，个人啊，实现三十岁开悟，开悟是实现表演呢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求完结就成佛了。这是表演，演给咱看的，给咱看到升起信心。释迦牟尼佛会做会到，咱嘛做会到啊！啊，升起信心来咯。啊，如果咱啊对这个代志无相信、无信心啊，永远都未当成就。啊，真正都是慈悲啊，到极处咯。甲咱做这个实现，当下诸时正为众生说法，果应发愿往生，礼敬听法。依法修行，速报福威。啊，这句嘛是咱佛门上讲的转大法轮。啊，佛法在世间。唯有众生真实利益，用什么方式对教学？啊，世尊一心教学，弟子各人拢学会向了。古早时阵，高僧大德都一个无咧讲经，无咧教学呢。啊，伊免哪无固执的。无人请伊啊，伊就读书立说，啊，对有经论，
伊啊修行有所得，伊做主解，或者是做论，做论嘛是解释经论的，唔是一句一句来解释。离开经文，中论全经的大意。所以呢，注解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一句一句解释，就那现在这本，这个《释经论》解释经呢。另外一种完全跟经脱离，但是呢，拢嘛是咧讲经内面的要义，像大地陀论，大地陀论是。解释经呢，儒家书地论叫做中经论，伊唔是解释经，伊是经中大义综合起来啊发挥的。啊，咱看元首国书，修华严母子梦尽还原观，这是一篇论文。伊个论文叫做《中经论》，完全根据《华严经》所讲的做一个报告，并无依经文。伊家己分做六段，头前的三段《华严经》内面讲宇宙的缘起，万法的缘起啊。用真简洁的文字说明，真难得啦。后面的三段是讲修正的方法，那修行头一个乞丐四德，那是概论啦。虽然妙用，为义有节，有何之德？哎呀，众生苦，这属有概率呢。尾后的两段呢，就是啊，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放下，我执是放下，啊，放下有关的是。看破，你看这部《华严经》所讲的，全部拢包含了。无老实的，这个论非常了不起啊！那用现在话来讲呢，这是修行。啊，华严的博士论文，那、啊、介绍全部的华严，在讲什么呢？安怎修正？简单啦、啊，明了。这个内面内容，用现在话来讲。真正都是啊，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，啊，拢伫咧《华严经》的内底。啊，知影讲一切诸佛如来。拢在讲经说法啦，啊，咱希望来去那边来去学习，啊，往生叫做世界是去读书的啊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去叫做世界去留学啊，
啊，毕业咧就成婚啦。伫极乐世界，摕到最高的行为，就是佛陀。到底啊，极乐世界身份是菩萨，啊，唔是普通菩萨，是阿维瓦帝菩萨啦。啊，阿维瓦帝是证到三种不退转的。第一个位不退，第二个行不退，第三个念不退，三种不退拢总证到了，叫做阿维瓦帝啊。啊，伊修的是什么款的法门呢？本经第二品内面。咱看到了，德尊普贤，啊，对于这个品德，咱就会了解咯，净土甲华严的关系，是一唔是二。华严上上君临才能修净土，另外佫开一座门，什么人拢会当入去啊？入去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生到华中世界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咱必须都爱知影。啊，咱的心信心啊，都定咯。每个动摇，每个有其他的想法咯，我就进门侵入，我修华中世界啊，我修华严是用念阿弥陀佛成就的啊，唔免去统计。未完四经法门，菩萨戒禁，五十二个等级，唔免，咱来进门很巧咯，甲因行唔是同一条路。甲因行确实。十信、十住、啊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定觉、妙觉，伊行这条路，通道法门啊。咱行是另外一条路，叫做灵巧。这个法门叫做输出，那像是爬五十二层楼。一个阶级，一个阶级，爬起去。行桥呢？就现在咧坐电梯，爬起马上到顶面咯。其中也无阶级的，下面讲咯。凭这清技术讲的，啊，这个在地还无出去，啊，以大技术心，出现在乾隆的年代，咱在传记顶面。这人非常聪明，阿弥生年就是董柱，二十岁用惯例是生年，啊，阿弥到二十岁，那么叫董柱，
大概伊十八九岁时阵啦，高中进士啊，也真难得啦。参加国家考试最高等的考试，中进士。像连路讲咯，用现在话来讲，伊是高干的子弟啊。伊老爸是天朝皇帝兵部尚书，啊，兵部尚书用现在话来讲是国防部长啊。啊，因老爸是天朝皇帝时代国防部长，这固然的子弟啊。啊，中进士了后，一生都无做官。啊，去学分啦，学道咯，儒释道拢嘛通，这三教拢通。伊唔免去工作啊，伊生活无问题。啊，伫佛教这成就是不可思议的，有啊真侪著作流传来到后世。伊讲。不为历史，名为啊，现在啊，这个历史，这阵说法的时阵，乃至有金啊，这个金是什么金啊？的，以及有些无金啊，都名现在，为什么？佛啊！无量寿，无寿无量。佛的境界当中，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无时间啊，嘛无空间。啊，无空间，叫做世界就伫当前。啊，无时间，叫做世界就伫现在。所以呢，就在当下啦。这是平地清讲的啊，讲非常的好啊。古地智慧三世千流之现在啊，所以这个现在唔能改看作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现在，唔能安尼个看。啊，是什么呢？第四啊，雄主。个永清现在，这个现在永远拢嘛是现在，念念拢嘛是现在。啊，离缘悠悠无量，啊，请无论今后若干九万世劫。凡有人读到今现在说法，这个现在啊，都是指啊当下，这个正知诸时诸刻，弥陀正直的说法啦。为什么阿弥陀佛说法无间断呢？无中断，咱也应该都要知影，极乐世界甲咱这个世界无同，咱的世界因为地球自转，有面对太阳，有面啊去背太阳，所以啊有丢有压。有的世界是无丢呀，有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，啊，伊无需要太阳，无需要月亮，无需要灯光，啊，伊是人心的放光，啊，宫殿放光，九把鬼草放光。山河大地放光，
也无黑暗。啊，换一句讲，咱即地有泥个日，叫做世界无泥个日。甲西方世界无距离，拢总伫现前。啊，甲记起未来嘛无尴尬啊。啊，无量劫进前都伫现在，无量劫的将来嘛伫现在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咱也无办法想象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，咱往生就明白，就知影咯。啊，是到极乐世界，看到阿弥陀佛咯，你就进入伊的讲堂。啊，你去讲堂，你地人唔免阴心，无困眠。阿弥陀讲经无中断，你听嘛未中断，听到什么时离开讲堂，啊，你成佛了，代车代悟咯。所以啊，你离开讲堂咧，你就圆满啊成佛咯。你无成佛，一定未离开。啊，所以离开啊，都要成佛。啊，唔是讲每讲去讲堂，唔是无中断啊。所以进步真紧啦，啊！讲经的时阵就爱记无，唔免记啊。为什么免记？啊记，你都未开悟，一直听，一直听到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就成佛，你就会当离开讲堂。离开高等，你都去立上一功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个、事实真相都爱知影，知影了后，你就会真欢喜。有世界，你就真欢喜。阿弥陀佛，可袂讲赶紧来去往生。那今仔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块。